皮皮虾，我们走，咱们一起去找个女朋友。嘿，这时候的皮皮虾特别肥，嗯，还带着膏。哎，嗯，你看一下，哎呀，全都是带膏的皮皮虾。再来一个，嗯，如果你也喜欢吃皮皮虾，咱家视频下面黄的购物车，100%带膏的皮皮虾，全都是全母带膏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你来上一份回家做个椒盐皮皮虾，清蒸涮火锅都可以。嗯，和我手上吃的这个皮皮虾一样肥。嘿嘿，嗯，好吃。